紅色大約可以算作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喜愛的顏色。中國早期漆器就以紅色為貴，和日本漆器的紅來自於邊並不一樣的是，中國漆器的顏色都是來自於礦物。新石器時代，也就是大約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這一段漫長的時期，是中國漆器的發生期。地理位置大約就是在長江中下游，現在的浙江省，跨湖橋為止，二里頭文化、河姆道為止、桃子墓地等等，考古出土了大量的漆器，多半都塗有紅色。經過化驗分析，所用的顏料是硫化汞，在中藥裏面被稱為朱砂或者是丹砂。考古發掘裏面發現，出到漆器的周邊附近的山脈就有朱砂礦了。採掘出礦石，研磨成粉末，調入大漆裏面製成朱砂漆。朱砂的紅色和太陽的日中之色最為近似，古人認為日中之色是至純至貴的，因而對朱砂陶製的漆器視為尊貴之器。秦子大略就讲到，天子雕弓，诸侯铜弓，大夫黑弓，礼也。意思就是天子用装饰有花纹的漆弓，诸侯就用涂了红色的朱漆弓，而大夫就用黑漆弓。当然啦，在器物功能实效上面来看，朱砂漆的图案更加之纯正。非常堅硬耐磨，無論色澤和耐用性都比日本的邊柄漆更加好。古代的神州，亦就是現在的湖南省西北部懷化市遠寧縣，是盛產丹砂礦石的地方，所以在日本古代稱朱砂為神砂。這個地域既產漆又產丹砂，在春秋時期是楚國的核區，這樣大家就會明白了為什麼楚國人會大量使用漆器了。後來楚漢相爭，漢語烏江自刎，漢高祖稱帝，漢高祖自位為赤帝之子，漢朝獨尊紅色，所以朱紅漆器又在漢朝大行其道了。漢朝成為了漆器最為鼎盛的時期，被賦以大漆王朝的別稱。和朱砂的純紅相比較，日本的邊柄色在中國的紅色譜系裏面其實是稱為赭色。當然雖然遠不及邊柄顏料的普及，日本古代的漆器亦都有朱砂紅，一方面是日本亦都有少量的朱砂礦，另一方面呢，亦是中日兩國的民族在遠古就有了貿易往來了。日益大水，兩個民族在取材、演技、用器等等文明發展史上面都有了很多的相似和交錯互融，非要爭個誰先誰後、誰長誰短，從人類文化的大背景之下，這些爭論都是浪費感情的小談。好了，這一期我們講到這裡先，下一期我們回歸到大漆的本色黑色。為什麼在製作漆器的過程裡面，黑色漆大量用來做下塗和中塗呢？我們下期再繼續吧。